你好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有看比赛吗？看得懂吗？看得稍微看得懂。稍微看得懂，还在学习，对不对？害羞这样子。太厉害了。没有，对啊，就很开心和邀请你看比赛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不好？以后想要去打球，你想要打球打球？你现在几岁？十岁。那你现在多高？136。你有点落后啊，多吃点哦。对啊，希望下次比赛可以看到你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加油。